持年轻，也可以连接起来。那这里说新的定义年龄啊，零到十七岁是未成年，十八到六十五是青年的。因为我十八岁我还是青年，所以我要谢谢这张图给我的鼓励。所以如果纯粹从定义年轻，当然是可以从年纪来看。所以我还是鼓励自己，我还是青年人。但是最更重要的是你的心态，你的心境有没有那种勇敢的性格，有没有那种克服胆怯的思维，喜欢冒险胜过每天度过那种 悠哉悠哉的日子。你有没有梦想，你有没有理想？如果你不再有梦想，失去了希望，不再往前看，你没有雄心心雄心大志，那你年纪再轻，你的心态已经老。年轻更重要什么？有影响力。因为你的年轻，你的活泼，你的动力可以影响你周围的人，大家可以一起为了某一个目标、某个理想一起去奋斗。那这是很有意思的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上个月《东方时报》的记者访问我，把我所讲的东西啊，就归纳成这五个单字、五个字母叫 sports。啊，的确是我讲的了。那 SPORT 是他帮我归类的，归类的非常好，有运动的精神。第一个 S 就是 stay humble， 要保持这个所谓的谦虚。第二个 P 就是要热情，是吗？第三个就是 open mind， 要保持你的这个心胸，保持你的眼，这个把你的眼界稍微打开一下。Responsibility， 我刚刚有提到了，责任跟 accountable。T 就是要去思考，你要去思想，你要有更大的、更宽广的思维。这是 sport， 这是我的。